1976年 ，Chadwick Aaron Boseman 出生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是家中三个儿子里的老幺。妈妈是名护士，爸爸则在纺织业工作。高中的时候，他是名体育健将，参加过棒球校队，还打过一阵子 AAU 篮球联赛。本来想朝体育之路发展的他，在高二时经历了一名队友被射杀身亡的事件。为了纪念这名队友，他编写并演出《Crossroads》这部舞台剧。创作的过程带给他极大的成就感，从此转向表演艺术的世界。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大学念书。这所黑人传统大学是于美国南北战争后专门为黑人设立的教育机构。他主要学习如何当一名导演，并于2000年毕业。这段期间，他申请了牛津大学于伦敦英美戏剧学会所开设的暑期课程，虽然获得通过，但付不起昂贵的旅费。还好最后在演员出身的学校导师 Felicia Rashad 的帮助下，才获得旅费资助得以成行。一直到课程结束后，查德威克·鲍斯曼才知道，当初由导师牵线并资助他与其他同学的人，正是以震撼教育获得奥斯卡影帝的丹佐·华盛顿。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将这段经历一直藏在心中，因为他不希望这么美好的事情变成另一个无名小卒想要蹭大牌演员热度的八卦新闻。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将丹佐·华盛顿当作自己追寻的目标与人生的典范，决定未来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在作品中为黑人平权发声，将成就回馈社会并受人尊敬的表演从业人员。接下来的五年，查德威克·鲍斯曼在纽约的朔姆堡黑人文化研究中心担任戏剧的指导员，一边工作一边研习黑人的历史文化，同时他也持续的创作剧本并参与表演。一开始他演戏只是想更了解演员的想法，以方便他未来导戏时能更知道该如何与演员沟通。没想到大家反而都看上他演戏的潜力，就连当时的经纪公司都认为他演戏会有比较好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查德威克·鲍斯曼过着十分辛苦的日子，演出的机会大多是戏份不多的小角色，但他始终坚持着要与丹佐·华盛顿看齐的志向。某次他获得了在《All My Children》这部影集中演出的机会，但读过剧本后，他发现剧中充满了对黑人的偏见与意识形态，于是便跑去与剧组沟通，结果下场就是惨遭换角，由 Michael B. Jordan 接演他的角色。对，你没看错，就是那位后来饰演劲爆的演员。Ernie, this is Floyd Little. Floyd, this is Ernie Davis. 2,386 yards, 360 carries, 6.6 yards a carry. You good at math, huh? 只愿意演出他觉得有意义的角色，限制了他的发展。一直到2008年，他才以《生命快车》登上大荧幕。这部电影改编自史上第一位打破种族壁垒、拿到海斯曼奖的黑人球员 Ernie Davis 的真实故事。虽然身为全美最优秀的大学球员，毕业后也立刻被 NFL 的职业球队签下，但就在正要发光发热之际， Ernie Davis 就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去世时年仅23岁。查德威克·鲍斯曼在剧中演出美式橄榄球名人堂球星 Floyd Little， 虽然已经获得众多知名大学邀请，但受到 Ernie Davis 的感召，他最后还是决定加入雪城大学。当年的黑人球员只要一上场就会被恶意对待，外出比赛时也只能够睡在饭店的杂物间，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一同在充满种族歧视下的环境奋斗出自己的一片天。 Get off the field now.What? It's against the law, that's why. No niggas don't play with white boys. Now you get off the field or go to jail. Hey, use that thing. You better hit me square between the eyes. Hey, hold on now. 不得志的日子又过了五年，当查德威克·鲍斯曼已经准备要放弃演戏时，他在25名试镜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传奇42号的主角 Jackie Robinson。描述美国大联盟史上第一位黑人球员在1947年的4月15日穿上42号球衣登上大联盟的故事。这段过程也是被公认为美国民权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虽然当时美国已废除了奴隶制度，但许多地方仍实行着种族隔离政策，黑人球员就只能在黑人联盟打球。对于有色人种无所不在的打压与迫害依旧是当时的主流民意。
而 Jackie Robinson 就是在如此不友善的舞台上，一次次的以优异的球技与成熟的应对，渐渐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成为大联盟史上第一位新人王。之后于1949年拿下年度最有价值球员，并于1962年入选棒球名人堂。蛰伏了十年的查德威克·鲍斯曼仿佛就是在等待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与角色。在剧中，他把自己压抑已久的心情借由演出宣泄出来，传神地呈现出 Jackie Robinson 是如何以坚强的信念面对外界的压力与挑战。他那自然又激励人心的表现让传奇42号大放异彩，上映后获得外界一致好评，也引起了许多片商的注意。传奇42号的成功证明了他诠释历史人物的功力，之后陆续接演多部以黑人作为主角的传记类型电影，例如在《激越人心》中扮演灵魂乐教父 James Brown， 以及在《黑白正义》里演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法官 Thurgood Marshall。 另外我也想推荐一部知名度不高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运动类型电影《超级选秀日》，查德威克·鲍斯曼在里面饰演一名天赋极高却充满争议的新秀 Vontae Mack， 戏份不多却存在感十足，而且这部片应该也是他身体状况最好的时期了。如果你喜欢美式橄榄球或是凯文·科斯纳，超级选秀日可以找来看看，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2014年就在他于澳洲拍摄《赫鲁斯之眼：王者争霸》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与片场的保全 Charles Carter 因为都喜欢综合格斗的关系经常混在一起，偶尔两人还会在拍摄的空档套套招，但这个让演员流汗的举动却引起化妆师的不满，因此严格禁止他们继续聚在一起。Carter 心中虽然还有些话没机会说，但也只能把他从十岁起就珍藏着的第一版黑豹漫画偷偷地放在查德威克·鲍斯曼的保姆车里，并贴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一天你会得到这个角色的。同年当他在苏黎世宣传《激越人心》时，他接到了一个国际电话，电话那头表示漫威影业希望他能演出一个角色，正在赶行程的他便请司机把车停在路旁的古董店前面，让他能听得更清楚一些。这时他还不知道漫威要他演的角色是什么，毕竟漫威的世界里实在有太多的英雄与反派了，但他却突然发现古董店的橱窗里居然摆放了一整排的豹类雕饰，而且每一尊都仿佛在朝着他看。 Black Panther himself,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Chadwick Boseman.接下来的发展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他得到了瓦干达王子 T'Challa 的角色，而且连试镜都免了，因为漫威影业打从心里就认定了他是唯一能够演出 T'Challa 的演员。在黑豹全球首映的当天，戏院里的灯光渐渐暗下，电影准备开始播映时，当年的迪士尼执行长 Bob Iger 坐在台下兴奋地对着旁边的他说，我已经等不及要跟全世界分享这部电影了。查德威克·鲍斯曼却带着微笑意义深长地回复说，我已经等不及要改变这个世界了。黑豹是一部演员几乎都是黑人的电影，执导此片的也是黑人导演 Ryan Coogler， 但这部片并不只是为了要拍给黑人看，而是一部一开始就企图把非洲文化之美呈现给全世界的野心之作。黑豹上映后无论在口碑或票房上都取得了史诗级的成功，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所掀起的文化现象。在电影中，黑人不再是被贴上标签的弱势族群，他们拥有新兴的科技与美丽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让许多黑人小孩终于找到了可以连接自己的超级英雄。常听到很多人说黑豹不过就是部电影，有必要把它说得那么伟大吗？我只能说在我的人生中不断激励我启发我的洛基或是美丽人生也都只是电影啊。或许你不认同，但请给予喜欢黑豹的朋友一些基本的尊重。 Now more than ever We all know the truth More connects us than separates us We must find a way To look after one anotherAs if we were one single tribe. There is no Black Panther without Denzel Washington.
And not just because of me, but my whole cast, that generation, stands on your shoulders. 查德威克·鲍斯曼一直到在宣传黑豹时，才在采访中说出了丹佐·华盛顿当年资助他的故事，因为他觉得这时的他应该已经可以让他的恩人感到骄傲了。为了回报他的善举，他在丹佐华盛顿领取 AFI 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时上台致辞，激动地感谢这位伟大的前辈为下个世代的黑人所开拓出来的演艺之路。除此之外，在丹佐华盛顿制作的电影《马雷尼的牛白舞》中，他也以很低的酬劳演出，回报丹佐华盛顿当年的恩情。而那个当年送他出版黑豹漫画的保全 Charles Carter 也在黑豹首映当天特别被他邀请出席。从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查德威克·鲍斯曼在成名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初心，对于帮助过他的人他也都记在心上，竭尽所能的以他的方式去回馈这个世界。2019年他更是宣布捐出420万美元的医疗设备给黑人社区的医疗机构，要知道他演出黑豹的酬劳也只有200万美金。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就算是在现实的世界里也足以称他为一名令人尊敬的超级英雄。为什么他在工作之余还这么努力地做公益回馈社会？在2020年的8月28日，全世界都知道了答案。在与大肠癌搏斗了4年之后，查德威克·鲍斯曼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过去的4年里，他没有放弃，精彩地度过剩余人生中的每一天。除了带给我们一部部精彩的作品外，他也用他的生命证明了他想要改变世界、回馈世界的决心。再见了，勇敢的战士，愿天堂里多出一道帅气的黑色身影。 Wakanda Forever。